about the hands of fate. When right before your eyes it becomes too late, I've learned to ignore them when they bring me down. I won't let vicious people fool around. It's my turn.票，谁有多票？谁有多票？是换票吗？换几个？八台，一二四二一的能换吗？你是国安的球迷吗？是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们的？去年，三年，有个五六年吧。从九二年联赛开始，打有这个队开始吧。一年多，就是受我男朋友影响，今年喜欢的。我今年两年多了，十几年了，二十年了。像心理哥吗？那个你说国安那群里边是吧？有还跟他聊过天呢，精神很好，收废品，不要工作不要家庭，确实有点过，挺不错的，生活那么窘迫还来看球，挺支持他的。觉得这年头啊，有一个自己特喜欢的爱好能坚持就不是一般人。一般没有七点半来的，一般球迷都六点到六点半左右开始陆续进场。这场估计还不得四万多人，四万多，哇，那也是九成满。基本国安的主场都是比较上座率高的，中超联赛啊，上座率都非常高，就球迷都非常的支持，铁杆嘛，铁杆，忠诚度高。对，现在北京球迷基本做到就是胜也爱你，败也爱你。俱乐部开始有国安俱乐部的时候就开始有僵直了，知道吧？你们刚才拍了拍这边的这个，算是国安商品一条街拍了吗？啊，商品一条街，你拿着机器啊？我们这个都是在那买的。在那买的。但是呢，这边都是假冒伪劣产品。没有经过我们局部授权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，所以现在只能是放任僵直传播。说错了，这个。待会儿去的时候要小心扛着机器，不要被大家给你是吧？不会，没事，我就那个就我也是球迷。但是我们现在专卖店马上开了，所以经过球迷能在我们专卖店能买到，就说我们全部授权的正牌商品。所以这边就全部都是山寨，这边全是山寨的。好牛逼呀！看起来第一次看到活的球。I am just a stranger in a stranger's kind of land. On this dusty highway, I made my way through the sand. I saw the beginning, and I know no end's in sight. I am bound together
那还是从二台进来吧，二台。对对对对对。没事，反正双十嘛。谢谢谢。没事没事。哎哎，你们我这就接你这几分钟，他妈还进一球，然后脚还进一球。我们能拍拍你吗？可以，可以是吧？你们可以。我已经拍了。别上北京电视台，哪儿都上过电视，不通过我就给我上那个电视台。啊，你播这也没用，咱说实话，我这不知道干嘛的播这，什么原因？看过那照片吗？照片吗？这不是给你不蒙你，我是武少的套票，你可以照，你可以照，没事儿。武少套票吗？自己每天发微博吗？我不自己，我不发微博，我都转发。是吧？我这我一发微博就是精神卖的。刚才给你看了，我这微博都不是我自己发，都是我转发。等会儿我给你找去。你在微博上叫什么？不叫国安犀利哥，不叫国安犀利哥，我这名叫北京国安铁杆球迷犀利哥。喂，哎，你好，犀利哥吗？我已经到那个西单了。你就固定都在这里吗？应该是在这里，以后不在这里。下雨怎么待呀？你也没东西，这下雨的谁扔瓶子呀？冷了不没人待这，收瓶给我吧。这是肯定是球迷。不说呀，有的人就从这儿走的，一直给我扔瓶子。过来有时候给我50斤，什么人都有。你说咱们这外地人要骂你的，骂你北京人不好的，这可都有。那会儿没有套票，那会儿都是散票。我开始不在这儿捡瓶子，我就溜达捡。我从这儿看出去，瓶子挺多，我就在这儿捡瓶子，好几个。零七年在这儿捡的。二十五号去吗？是啊，干嘛不去啊？你好，你也认识犀利哥吗？不是，那个都是武上啊，都是武上，所以来的时候就给他一包烟，然后抽的，对对对，抽呗。啊，谢谢，我是冠军，我是冠军。我不跟你说笑话吧，我跟你说笑话，这都认识我，都是看球的，都是球迷，都是给我吧，谢谢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一点瓶子，没多少，100，便宜，1毛钱一个。车，你别看我，看车。那个，妈逼的，老马给我找一个，让老马给我找一个，让老马给我找一个。这个帽戴上。五。67。卖了多少钱？20块。多少个瓶子啊？啊？多少瓶子啊？80万，190块。再单独煮一份菜，对，就是不要粉，什么都有啊，多煮点菜给他。换什么东西？看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有点高，今天就是有点高。这是你哥们帮你做的吗？对，叫奶牛哥给我做的。相片是那个那网上那个相片。大衣在后面搁着，我没穿大衣，大衣太脏了，太味儿了，我没穿，没事。老家是哪里？我老家，我都北京人，我住宣武门。宣武门哪里？我现在那没有房子了，那拆迁了。这人也都找不到。我找我们，我没找，我找他干嘛？我找他，我这是跑哪儿了？我现在没什么事。那为什么那6岁就要出来？你不喜欢看球吗？因为看球。家里面不得约束吗？看不了球吗？那你这样怎么生活啊？啊？怎么生活啊？那会儿靠睡觉，那个靠哥们儿，球票免费。地铁里面捡那矿泉水瓶子，看哪有水，打开我就喝了。看咱那垃圾桶里哪有饭，我就捡点吃。后来我喜欢球，我就上工体，天天在工体那门口看。如果在工体那边捡瓶子的话，应该可以捡到更多，为什么你不会选择？那必须，那肯定的。那不过那在那儿不能捡瓶子，
那我从那儿从那看球那么起到现在没在工体捡过球。你到你是真喜欢球是假喜欢球？你要真喜欢球都别在工体捡球。你丢面子，人讲话是说的实话。完，大金牙老师都给我写这么一句话，大金牙老师都给我写的，据说就是捡破烂的。我阿姨说那句话我佩服人，您说什么？也没说那话，咱说的我佩服人点儿啊。哪有说捡破烂的没说捡破烂的违法了不让看球？你喜欢的东西花多少钱都得看球。您没说你捡破烂的怎么的？捡破烂就违法了，警察也不能说戴铐子，我看个球也不能说看戴铐子，靠辛苦挣钱也不是傻逼，我没偷没抢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晚上睡哪？我现在没地儿，目前哪儿都睡，我没准儿。我也没，我没想哪儿都能睡觉，我没想。那你昨天在哪里睡？今天凌晨，由佳木斯被转院至。今天在这儿睡觉。我昨天在这睡觉。星期六啊，晴子再多，天再好，他都不在讲评论的，在地方，他都看球去。小片，我说这话，我会说，这老照老发照片，哪儿都能存在网上，对不对啊？那假的，我说我不相信，你这人现实。明面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说你这多，你说我跟国安有点联系。国安那边后卫啊，孙立算是国安的铁杆啊，一零零的啊。我去年有一个全签了的。那你们觉得他跟你们一样是国安的球迷吗？那肯定，那肯定。捡瓶子买年票看球，您说这种精神？
就是都是北京国安球迷嘛，所以那个都认识，互相的都挺就是佩服他的。我操你妈的逼！操你妈！叛徒滚蛋！我这边的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别！别吧！ I love you very much。听说过这事儿，我操！什么事？就是主教练给了他200块钱现金，100块钱。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看那样子有点那什么呀？买点都没有真的，现在你花钱买酒吧。三里屯地下一层。三里屯地下一层，国安开一专卖店。我知道那儿那儿。你去那儿看去。现在没有，去年那款2009年那款哪有啊？那就门口北门门口。你来，你来了。说你怎么有门梦啊你？慢走啊，老范，好了，慢走啊，明天见啊，小五见啊。我是让人洗澡来了，洗澡，还没有洗头是吧？洗头了，刚剪的，头发正剪，刚剪的，刚剪的，啊、嗯，在你们家不是在附近？我们家在那后面，那没有地儿了，你可以去看啊你。你要带我去吗？你就去，咱就走过去，没多远。改成六合院了，就在这儿，我们家就在这儿，这块儿，就在这块儿。现在有08年开的，对，在这片儿，出去就是溜场上，知道吗？溜场再回到自己村，那不可能的，那也不可能，那你拿这个，拿钱。目标就是现在目前得买个笔记本。买笔记本。上网。上网要干嘛？玩呀。看信息呗。中超。中超。看中超的信息。对啊，这不是有国安的信息吗？微博上能看。怎么会喜欢国安队？北京队，我当然得支持国安了。热情，球迷热情。经常看电视就。就是喜欢这个，没有什么理由。国安的精神永远争第一，必须捍卫北京的荣誉。对，国安队今年会夺冠，必须的，国安是冠军，必须夺冠。它的几率有，但可能不像09年那么大。必须的，国安是冠军，肯定会吧？我们抱着夺冠的信念，当然我们希望他夺冠啊。如果国安没有夺冠的话，你们还会？那必须支持，必须支持。不光是这一场比赛，而是这个整个队伍的精神。不变的信仰吗？对，依然支持。剩下你扮演。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球队，叫做北京国安。无论他走到哪步，我们都会来的。那当然了，肯定是的。肯定支持，年年我就支持国安，那么多年了，从看球到现在了。啊，因为这个喜欢这足球，不是说铁杆特别杆才去，因为他就是确实就是喜欢国安，喜欢国安那种拼搏的精神。我是外地来北京的，啊，特意赶来看国安的比赛。那我能提个意见吗？就为什么球票这么难买，都要找环评买那才可以。